Hello， 我是 Jimmy 跟他女友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这个，他今天最近新买一台新车，这台新车是什么呢？我们近距离看一下，哎，来来来，跟紧啊，后面的正妹，走快一点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看到正前方，哇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台车是什么啊？今年最新款的 YZR M1 呢？哇，你看它的涂装就是不一样哦。前面是 Monster， 哇哦，哇哦 ，Monster 46，这个涂装超级帅的啦！你看，干嘛 ？You're such a dick！ 你给我闭嘴！好 ，Jesus！ 啊，不要叫了 ，OK。好啦，我们看欣赏一下我这台新车啊，啊，上车吧，带你去兜风一下。哇哦，现成辣妹有没有？来，新车超赞的，看一下第一人称，他的贴图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嘴巴现在很丑哎、欸，哦，真是够了。OK， 看他前面的玻璃挡风玻璃上面有贴纸哎，可是这样子看不太出来。我再看一下啊，为什么他旁边的玻璃 ？OK， 我下来第一人称他的玻璃不见了，可是我这样子就有。那有块玻璃没有白色的部分啊 ？OK， 然后车厢，哇，好，上车上车。OK， 我们准备走了。嗡嗡嗡嗡，哎，这次我们走山路好不好？这山路是通到哪边的？嗡嗡嗡，上去，哦，翘库轮，哎。哎、欸，突然发现这条路不太好走。哎、欸，这是个人吗？他干嘛、啊嗯？哦，有只小狗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借给我，借给我。哦，哦，差点撞到东西了。OK， 哎、欸，甩尾甩，压车压车，喂，压车，哦，哇、哦，这个时候就是要去海边玩嘛，对不对？咻！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们特技可以玩一下的。啊，前面哦！嘿，咻！哦，哦，车子飞了。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再把车牵起来一下。上来，走，哦，为什么又每次用那个视角都会飞啦？真是，OK， 我们换到另外一个跑道去好了。好，我们这次来挑战这个直线赛道，有没有办法破2000记录呢？来，3、2、1，冲哦！起步，哇，随便起步都快200了，有办法超过吗？400，500了，600，哇，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我车子好难控制哦，700了，800，哎哎哎，哈哈，不要闹了啦！哎呦呵呵，这个时候给我摔车，好不容易到700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他掉海里面去了啦！啊，不管他，我先开始了。200、300、400、500了，600。哦哦哦！我的轮胎开始晃了。第一人称看一下，看不太道路了啦。啊，1000了。为什么他这个视角是后面的啦？
叫我难看呢。1100，我的车子好像快坏了。所以到底是多少？1200哦。Jimmy 辛苦你了 ，Jimmy， 你的马怎么在海里面呢？那你也去海里面救他一下吧。我在撬孤轮看一下，从这边回去看是不会撬一下孤轮呢。哎呦，超快的！哎呀，600，呜呼，啊哈哈，飞，这也飞太远了吧？哈哈，直接游进去了啦，游出去哦。这车子应该找不回来了，啊，太有趣了。